我们将进行我们的三加礼仪式，让我们的礼宾人员为您奉上包括我们的加冠礼帽子，还有责任承担象征责任承担的背包。我们请依序递上，直接为他们戴上我们的这个渔夫帽，同时交给他们我们的后背包，背上的背包象征成年开始承担责任，也是人生旅程另一阶段的起点。